环宇飞翔，一个带你去到世界唔同嘅领域，拓展你视野嘅网上电台节目。节目主持人刘帝杰。咁喺2011年，张俊咧回顾翻喺过往一年咧。可能每一個人都有一啲咧係失意，或者咧係一啲咧逢凶化吉嘅事。咁我自己咧有一件咧危險如儀嘅事件，睇到咧上帝嘅帶領。咁我自己咧從事咧中美貿易都有成咧超過20年，縱使自己咧好努力喺美國呢度做啦，但係咧如果喺亞洲嘅廠房咧出咗一啲嘅質量嘅問題咧，都需要咧花好多嘅力氣咧嚟到係去應變嘅。咁喺最近咧，我哋中國嘅廠房咧運嚟美國咧一啲嘅貨櫃咧，有成5個貨櫃咁多，喺加州嘅海關咧揾到一啲咧包裝嘅問題嘅。通常咧我哋都知道木架啦，一啲嘅 wooden skid 啦，需要咧係印有咧 IPPC 嘅 logo， 即係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嘅 stamp， 即係證明咧嗰啲木咧經過咧 fumigation 熱熏。就已經殺咗菌，唔會帶菌入嚟嘅。我哋係揾一啲嘅電器零件入嚟美國。我哋其中有一啲嘅箱咧，就因為係好重嘅，喺裏頭咧，廠方咧就用咗啲咧係竹嘅棍咧 ，bamboo 嘅 post 咧，就喺四個角去支撐。咁入咗嚟咧，美國係一段嘅時間。咁但係最近咧，好唔好彩咧，就俾咧喺加州嘅海關咧，就咁抽檢嘅時候咧，其中一個驗關員咧就揾到嗰啲嘅竹枝咧，原來咧竹枝咧有可能咧。会带菌嚟到美国嘅竹都系 classify 一种咧木一样嘅 plantation， 所以咧呢啲嘅货柜咧都需要咧被扣留，同埋咧需要揾人咧嚟到去 remove 嘅。咁呢件事件咧喺发生嘅时候咧相当之嘅困扰，因为咧仲会惊有罚款啦，同埋咧可能咧我哋嘅公司亦都入咗黑名单，以后咧货柜入嚟咧都需要咧验货嘅。嗰几日咧都真系茶饭不思，因为如果惹上咗一啲嘅官非嘅时候咧。并不是容易解决的，因为现在美国呢 Homeland Security 呢国家保安局呢对由各国入口的货柜都是密的检查，那如果呢入了黑名单的时候呢，那以后呢那些的货呢都是需要呢 delay， 需要呢被抽检，每个货柜都需要呢是给$200那么多的。嗰陣時咧，我就一路去睇聖經咧，俾我一個咧好難忘嘅經歷，睇到上帝咧點樣去幫助咧大衛，就係喺咧撒母耳記上嘅第19章第18節至第24節，就講到咧大衛遇到嘅困境咧，不斷咧係俾掃羅王去追殺。當大衛咧逃到拉馬先知撒母耳嘅地方嘅時候咧，掃羅咧派一啲嘅人去捉拿大衛。第一批咧见到撒母耳一啲嘅先知咧受感说话，圣灵咧同样咧入住嗰啲捉拿大卫嘅官员，令到佢哋受感说话。第二批系咁，第三批都系咁。扫罗觉得好诧异，亲身去到拉马嘅地方，亦都同样被神嘅灵感动佢说话。后来有一句嘅俗语就系话，唔通扫罗咧亦都列喺先知中吗？喺度我就体会到咧，当我哋咧系惧怕一啲咧官员一啲嘅。对手对抗你捕捉你的时候呢，可能通常我们的祈祷就是求神帮我们跨城，帮助我们去打击那些的对手，甚至将对手拿开。但在这里看到上帝用一个很奇异的方法，是非流血非暴力的，神的灵亲自去入住一些可能是你的对手你的敌人，是一些可能未信的人的心中，叫他们是受感说话，跟着呢就没有捉拿大卫嘅，我就按呢段嘅经文咧，亦都系去祈祷求神帮助我。咁结果咧，当我准备去打电话同美国嘅负责人去倾偈嘅时候咧，我都求神希望能够你嘅灵去感化对方。终于咧，神真系听祈祷，喺我嘅同佢哋嘅斡船底下咧，终于对方咧都愿意系合作，
明白我哋嘅处境喺金钱上面咧，能够咧系作出咗咧一啲嘅让步。经过呢次经历咧，我真系发觉咧喺我哋嘅生活当中，纵使你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但系上帝咧一定咧帮助，佢会有出乎意料嘅方法帮我哋去解困。因为圣灵系活着嘅，圣灵可以入住唔同嘅人心里面咧，唔需要动一刀一剑咧就能够解决。就好似咧喺今年北非特尼西亚 Tunisia 所发生嘅事件，群众咧可以用茉莉花嘅行动，唔需要用暴力嘅，通过好似花朵一样嘅生命力，就能够咧感动到咧领袖，佢哋愿意咧系下台，俾人民咧得到咧系有一个崭新嘅希望。同喺今日咧，可能你觉得，在2011年你所过的生活都有很多的困境，但你只需要不断依靠神，上帝是会有奇迹的出现帮助我们解困。所以踏入2012年的新一年，我都是可以满怀希望的。只需要我们勤读圣经，就会看到圣经原来过往很多的历史人物都得到上帝有很特殊性的保护。所以当你有不同的疑虑的时候，信靠上帝，勤读圣经，不断祷告呢，是足以呢过一个呢得胜的生活的。